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来抽公会扭蛋，我存到了45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抽的是奶油泡芙饼干，这个还没有抽到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抽，这个我们直接跳过。好，这样就没抽到。接下来第20抽，也跳过好了，这个也没抽到。第30抽，没抽到。都没有抽到上面超级稀有的东西。最后10抽，这个什么都没有啊。好，剩下5抽，我们把它也抽完。哇，这个单抽也没有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15抽都抽完了，我们都没有抽到上面的东西，那我们来抽一下扭蛋好了。上一部片如果有看的话，前面20抽抽到了四个饼干的，那我们接下来抽一下，先10抽，这看起来没有东西啊，我们直接跳过，抽到了两个稀有。好，两个稀有饼干，没有超级稀有。再10抽，这个看起来也没有，也跳过。抽到了三个超级稀有的灵魂石，还有一个牛仔的饼干。第30抽，这个也没有东西啊，也跳过。也是抽到了灵魂石，抽到了4个超级稀有灵魂石，应该是5个，有一个没解锁。好，第40抽，这个也没中啊，灵魂石而已，一个超级稀有的饼干。第50抽，哇，两个超级稀有的饼干，这个都没有抽到啊，看来我们的运气不太好，先保留一下，下次再抽，因为这个活动还有31天可以慢慢收集。好，那我们就有抽卡就可以领一下东西了，这边很多可以领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